阿妹过来煮，哦，拢有啊，来，来，阿要食这个毛肚的，拄啊送你点毛肚的，来，免300，来200块啊，那四个客人可以两百，来要吃毛肚的，来200一公斤，来200块，来300给你，来100块，来100了，100块，来要食毛肚的，紧嘞，300卖你100块啦，我白话，你看，来毛肚100块啦，喜欢毛肚的动作快，200来300哩，这四个啊，这四个啊，这个没咖啡的让吃起来哈。那个调起来味就好吃，来毛豆100块来，紧嘞紧，300、100，不要再考虑了，拜托你们了，来300、200，不是来100块了，安龙准备了毛豆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。红沙吗？阿要吃什么？要跟我讲。红沙是吧？金枪鱼啦，耶，来啊，炸鱼卵来，来炸鱼卵买500块，要吃小哥爱讲哦，爱讲哦吼，小哥不介济哦，来要吃炸鱼卵的一包两条。这不是规条的鱼呢，这是管的鱼呢。好，爱拢熟啊，等下你就甲煎这个温沙拉壳。来，不要买1800，来500块来四条，你500块买袂掉对吧？来，你阿袂食过我的炸鱼卵的，我来讲，我唔免让你买到500，互你试一下新的鱼卵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啊都。来，有要食炸鱼卵300，无人饮钱哦。啊，那恁两个人加买的。来300块，这两条够哦，来300都，两个客人买就好了，签一签。来两个客人买就好了，来300块来，都真正听无我咧讲啥，我是两个客人在咧看。来，要吃鲑鱼下巴来。好来，红沙好，红沙底下搞盘来，诶，上面吃零钱的，500块好不好？会不会太多？两只都给你了，不卖了。两只就好，来250给我这样。你要给我来点心，给存几只不啊？人参鸡，这全鸡，这全鸡，哦，这是全鸡哈，来250最后一只。不是白鸡，人参鸡是白鸡，人参乌骨鸡我招起来不？来，我们讲过一下，搬来花枝卷，那是大条的吗？那个是第一根啊，另外听众喜欢第一根，你要对上，拢好。来，我们讲贵下巴漂不漂亮？这一包500公克，外面市售240块，还有冷包480块，一公斤。好，我们吃开心吧，来300块完。贵下巴是腌制哦，这个、好吃，就用烤的、用煎的都可以。来，免500，免400，这冷包你给对方，给对方来300块完。不好意思啊，贵下巴后边无介济啊，这冷包我有带哦，你免500、400、300，来200块完。200块来，不是一包200，最近的是两包给你哦、喔。来，贵一下包200块来，这是好啊，等于你唔免无用啊。来200块，最好两个人给你，直接对针对他嘛。来，贵一下包都买到了。我讲这话，厂商一直推厂，厂商看人家直接500块来啊。我可别恁200较看卖。来，要食红沙来，金枪鱼来，阿要食金啊好。来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哦，是不？超漂亮的，来500块来。红沙买500，但咱两买了400块，我唔知变怎发红沙呢？变怎？料行好啦，来500块来，想吃金枪鱼的动作快一点。500。买无得就无啊。红沙进无去，安尼起来发。金枪鱼现在超贵的，来500块来。还没有拿到钱吗？没有拿到钱吗？来，金龙沙三个人给买，都还不爱花。三个客人都已来，来前面好钱没有了。给请吃饭的杯不啊？这条钱啊，这好喝，还有三杯500就少啊？这啊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要看一下啊。啊，你咪收两个啊？我这边三个不是吗？啊，三个加三个呢，你来。小姐，大哥那边快点，快点。拿到了啦。好。先混呐，你们。不好意思。啊，终于爱晒，我有那个不好说。来，俺收回来个多少？全部啊，蛤蟆免200，蛤蟆免100块多，100块。他多无买着蛤蟆，我来讲啊，蛤蟆免100啊，来50块完了，50块来，真的要吃再买啊。那蛤蟆是活的啊，来50的，紧嘞，大家拢会使买来回机进来。来蛤蟆50块，要吃蛤蟆，动作快，不要考虑。来50块来，后面。下礼拜啊，五日找我，哦，找球。找秋吉来蛤蟆50块贵的买来找秋吉哈，八百二换来五十，你看痛点吗？一百画画，等下画五十袂安尼啦，再找你看，画一千就好，画成100，无就画一千就好。来，你走啦，想介绍我叫 B 金咩个？13个，你歹势哦，13个，来，
阿未走的等一下哈。好啊。讲啥话啊？报告啊，发情功啊，分享回去给你两百块啊。怎么涨那么快？不好意思，只有四个客人买得到我们家的花枝酒，大条的花枝酒，一条就几块。来三条200，来这一条再给你，来两百块回去给你。谁要吃花枝酒的来大哥来，来两百块来，不用不用，没公布没公布。来回去给200块来，200块来。飞机建一条就九十块，四条三百，你唔知你买啥货，你家己拢唔知哦。来200块能足好笑，来花枝卷，大姐要吗？来200块而已。最后两位了，飞机建200块了。最后两个人可以无飞机建啊，来200块，明仔再看会着伊啊。安尼拢准备了哦，飞机建，乖，你有咩啊？你免准备咩无？无啦，你去飞机建无啊？慢慢，你等下。来，阿要食虾卷，飞机卷未了，搁卖虾卷，好水果卖卷啊都。来200块，啥要食虾卷的？来，赶快来200给我来，200块都。讲完哈，来，你不给我，我不拿了。来，要食干贝，来开500，开400，来300块，钱要我给你呀。要食食看看，唔买我都做戆工哦。来200块来，我没有很闲呢，哎，我很多东西要卖耶，大家大伙儿。来，200块来，4条就100了。哦，这手工虾卷4条就100块了。来，8条就200了。来，这里有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、12条给你呢，金价喝下来，这上面能屌了。来，200块黑根，虾卷最后两位了，各位了哈。来，阿姨妹来给你。来，200块黑根，那那住嘛，好。来两个，那边两个。来，好啊，那行啊，那走。来，高屌。来这里表，再上两表，来200块黑根，来要吃的动作快啊！来200块来，没有了，不要收钱了。来，我们来广告一下。来这边。对啊，李丫丫今天好多新货啊！来再来广告一下。来上这边。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朋友们。来干杯！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朋友们。来，没有买到。看一下这边哦。下个月要烤肉，你可以用。新打港王中华，新打港王中华，也可以煎，也可以煮。你 Google 一下哈 ，Google 一下。叫圆干贝啊。Google 这六个字。小干贝组合成大干贝。跟着 Google 地图过来就好了。很好吃。跟着 Google 地图过来就好了。我们有做 Google 定位哦。我们有做 Google 定位。放前面一两天做一杯，唔免700，唔免600，500都干贝上面只，越煎越香越差，唔免500，唔免700，来上吧。300块来2盒，两盒不是一盒。来干贝300块来，干饼饼呢？干贝啦，300块来料料的啦。来300块，谁要干贝的动作快啊？不是一盒，是2盒给你哦。来，都拿到了吗？干贝，300块干贝，圆干贝，统统买到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杰兄，各位吃成功吧！来，来血管都给画坏了。成功嘛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得，300块来，来三 K 了，来三位吃成功嘛，200块得啦，免300，200块来，成功嘛，哎，200块不要买金条，三 K 200做少啊嘞，阿无今天去送你，阿无今天去请你，来两个人加买200块得，成功嘛，炒饭、炒面、猪排、三碗、猪粉汤拢会使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个人加，起码讲嘛5K 了哩，来200块来，还有人需要血管弄的吗？200块，好，安尼刷，来，阿哥要食哪位？紧嘞，动作快哈！来，要食小卷来，我甲画好小卷来哈！来，要食鳕鱼排，200块来，算你。有人要煎无？色敏看不懂你在写什么。鳕鱼排超好吃的，而且没有刺的，来200块来，请求前人可以吃鳕鱼排，不用等了。你们看得懂什么叫西班牙呢？看得懂吗？阿拉斯加鳕鱼排，你们看得懂吗？40块嘞，来，小姐要来200块，只有一位吗？个人要吃鳕鱼排，紧讲哦，我鳕鱼排两箱尔，最后两箱尔无啊。来鳕鱼排200块，来五碟就200啦。上高一年啊。几钱啊？来200块，这五碟请你，这五碟送你。200块，用真的吃，不能乱讲。这名果然不知道。我输你个上五碟。来200块。西班牙就是韩文的。不是15片哦，一个人20片让你们吃，韩文的混蛋和沙蛋的意思。这帅白无定定有咧，你忙动作打咧白来，拢买着帅白来200，最后一。西班牙就是韩文的。200块都买到了吗？鳕鱼排。王八蛋。我已经200块就够了。西班牙。哦，你搞搞什么啊？西班牙。来好，阿哥来，各位讲咧。对，是骂人。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跟我讲哈，赶快讲，不要再怀疑，不要再考虑了。请问要什么鱼啊？大姐老师啊，我看要什么鱼啊？从左边开始看，左边有鲈鱼，来，哇，哇，会冷，阿根廷鱿鱼，澎湖小卷，海鸡母，
这一袋来卖了250块，有两个，来两条，然后要吃土特的600块，右边是一样的，500块，500块来，来先招一个土特来500块。OK。朋友，你是 OK？ 你带游览车来呀？你带游览车来哦，不是啊，你对人行呀？我来500块，你行伫人群，我当作你带几堆来咧。来500，土特拢歪哈，来四条，来500块土特，这正的哦，这物件的哦，来500块。啊，那个一袋个送你，来你三个买买，搞一袋土特全部700块，六片给你，用钱的头，来500块，最后两个人给土特500块。最后一位咯，普陀鱼500块来，500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拢中有啊吼，土特500，有人要买2份的无？想买？买2份敢会伤济？伤济啊！你若袂伤济，我一箱就给你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！一定有假啦，无根本假啦，无我袂叫你买啦。来，啊要吃三个啊来，这王杰明，来赶快一个。两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只有三个哦，三盒，哎，一个客人拿三盒，不用三百，你要我拿200块完。你们去看韩剧就知道了。三盒都给你的，只有三位。你们去看那个松叶蟹小盘，这个解冻就可以吃的哈，煮面、煮汤都很适合。来，200块三黑啊，200块可以喝卤哦。宋慧乔最近演的那个暗黑什么？一盒100块哦，三黑啊，赔200块，拢完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小姐要动啊！你讲我好哦，什么小姐？等啊！小可爱个胖个，小可爱胖个，今天呐，这个小姐呐，我今天有水滴，开心哈！哎，你唔卡扎讲个，来小可爱给胖哥画饼干来个，来，我们吃三个，我先画画。你们今天都没有看到黄鱼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一阵子都看不到黄鱼了，你都看不到了。黄鱼长这么高，阮脚生了俩，今嘛起竿呢？对啊，没去啊，嘛无遐多几摆啊，拢伫北部尔，下北部较食着黄鱼啊。来，有要吃的啊？我讲的意思，听无牙齿。好，牙齿好，我嘛无想要解释。好，来，有要吃三个啊？来，这一只就100了，这个比黄鱼还好。我帮你问，有没有辣鸡翅、哦？但是哦，这个也不多哦。来，有要吃三个啊？500块来。来，500块三个啊？来，先招一个，来三个啊，拢给我啦，较便宜了。来，先招一个人去吃三个，这太好啊！这等于你唔免抬鱼啊！来500块来。哎、欸，小姐，有没有辣鸡翅？三个啊，买500，有咧。来，500块咧，有咧。来了吗？来，500块。有哎、欸，有嘞，来了吗？你还没来？赶快跟我讲哦。你还没来就没有，来了就有。哎、欸，三个啊，不然咩金钱哈？哦，三个啊，好鱼啊呢。来500咯。我抬鱼啊，了了的啦，来500块。一包12只，来500，少钱了无？来500块，啊，拢袂晓买银钱哦，我呢？我惊死，500块，安尼佫袂晓买哦。三个啊，正经是好鱼啊，用真的，吼、哦、红烧拢好食。我来讲，你真正想要吃这盘的，这2、3、4、5个人个尔，这盘卖你500，免卖你400，来300，300块来，300块来三个啊。你而家食飞啊？你食袂着黄？较紧，较紧，三个啊，多一个两个啊。最近你们刚上一啥位了？最近你们吃不到黄鱼，最近你们吃不到黄鱼，没得没啊！哈，500斤是你的老鼠了哈。来，这边再两个。500+1啊，好，好，慢慢加哈。不用500，慢慢加。300块，三个。嗯，没啊。啊，春节三百只来300，嗯，无三个啊，鱼啊，我200来包。我来现啥买啦？没有了，三亚。你加一干嘛？都有了哈。都有了哈，都有了哈，现场买的。阿和，一百块钱。哈哈哈，大哥有买吗？有。嘿嘿，无啊。来，这个照烧鸡腿排，超级好吃的照烧鸡腿排。怎么买？现场买，最近要现场买。最近要现场买。来，阿蛤蟆先干。这两个礼拜要普渡。先跟我说话哈。他们要处理不住的事情，最近要现场买，这两个礼拜要现场买。来100的，快点，蛤蟆。来乖了，哎，有买蛤蟆的，无乖条搞空哦。哦，这几位是50块哦。毛壮又好，来，照烧鸡腿排，130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月赶快吃完，10月3号到了。我每每一330，轻松空给我后背我，300，一样我都这样买一包，这不是辣的哦，
这是照烧口味的，照烧就全是烘吧。你嘛，你两边食诶，什么老什么老的，拢嘛食这个口味啊来。一包没三百，你阿讲什么价？照烧鸡腿排超级好吃的，无骨头啊。伊阿讲我袂晓吃，我无法度袂，这人讲了伤济伊啊啦。都几包啦？一两包。免二阿五啦，来两包啦，两百块啦，了了的啦，无啊，以后无这啊啦，后面跳落以后都袂这，拢没事。来两包过来。喜贺啊！它是照烧口味的，非常好吃，用煎的、用烤的，其他锅都很适合。来，冷爆过来，照烧鸡腿排。来，冷爆锅，够人无买着，今日剩一堆包两盘啊！照烧鸡腿排，来后边有看到的无？来，照烧鸡腿排，来三包看到，冷爆锅两200块。来，大哥要煎、要烤、要去炸锅都很方便。哦，阿金吃起来，因为我特地买弄新的商品来。哦，阿你啊，你也无吃完来嘛，无要紧啊，但是你也。你冰箱无咯，你惊买东西无咯，所以你爱紧食起来，嘿，因为好食啦，无啦。来，小哥啊，等足久啊，吼，有水无？小哥身材漂亮无？而且拢高诶，他是卡邦啦，皮衫无款啊，无身材足水诶啦。一人一份啦，我拄只真正是我就500啦，来500块，谁要吃小卷的？来500块来，500块，啊，这要听啦，小哥啊，吹落来，敢袂使？500块，小坑啊，别吹了呀！哦，大家吹了。这个呀，来500块，有要吃，紧等钱哈。阿妹，我拄啊开始计呢，阿妹给了诶。来，小坑啊，500块来。还没开始，我现在刚开始而已，还没结束。哦，我拄啊刚开始给小坑啊俩。来，500块，几个要吃小坑啊？一个。一个呀，啊，唔算阮这个小姐妹俩。我咪跟你讲个，这个小姐。来，小姐。我办。来啥？你有水对啦，你莫搁甲叫啊！你叫伊水，伊二百伊有，甲啥厝拢规规拢堆小坑啊！来小坑啊，500块，几个人加入钱啊？这个呀，讲你见到水啊！姐，讲你见到水啊！一个妹妹，我来个叫伊来，我揣来杨敏，我看过啊。南面你知影啥物事在无？唔知。南面你袂豆花啦，靠呀！南面袂使袂豆花呀。哎，500块咩啊？我揣一包豆。我靠！我包豆还袂使。我惊。有咧呢。你阿妈钱无十块，唔是你袂好啊？有啊，十包中一包啊，你记住。十包中一包的，你阿我无哩呢？我没有收到。没，阿无一包阿妈嘞，马紧，你紧补就补出我出来了，一包是终于啊，大吃啦。哎，500块买咩？四个。你没有收到，我咧你讲坑的啦。你讲像坑的，一比的。啊，我前头都赢咯。来，小哥更好看，小哥更好看。哈哈哈！太洋气了，洋气了。好，我是上海者。都会排来呀！我咧好好啊，坐啊，伊用含排。哎，唱到遐看上。哎，对，像唱到遐，像唱。像唱的，像唱的，像唱的。西部对比，像唱的。好啦，我因为你小囝甲了了的。我太喜欢了，来五个。各位各位点。来，我办了。来，喜欢小姐的动作快。好，帮你拿。这个不用考虑了，这500块买不到那么多了。来，宝贝，小囝，宝贝，小囝，进来。结婚的耶。爸过来，不需要。真的很新鲜。哎，等等，都拿到了哦。都拿到了。小卷都拿到了吗？来，大哥要来。来，大哥最要紧，最要紧的。怡清，怡清在我后面。怡清在我后面，我叫他讲话哈。来，5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小卷都买到了哈。明明你好。来，阿古来杯，后面讲铁板鳕鱼。来，阿毛豆来。哦，龙总来，我来。铁板鳕鱼等足久啊，你嘛是无啊？未食铁板鳕鱼的，来拄只等足久的人客，歹势无啊？这是扁鳕，说起来扁鳕哦，就是你们在吃的鳕鱼，来，是吧？是啊。你唔好嫌伊细的，我讲你要食细的都无通买，因为小只的鳕鱼要切中口，无多空的足困难，一只能切两块至三块啦。因为它的肉不多，所以你要切这块无多空的足困难，所以你外口要买这块足贵。绝对买袂到，来有要吃？铁板鳕鱼、扁鳕啊，来要吃500块啊，等500块来先招钱要来，500块来5条你、6条你、7条你、8条你，来500块有人要吃铁板鳕鱼无？来500，等下掏开一箱，来500块来，
我不相信你不能吃铁板鳕鱼啦，这个真的很嫩啊，这小只的鳕鱼更嫩呢。来，先叫姐妹五百块来，铁板鳕鱼来要吃吗？来五百，你嫌钱我你欢喜，铁板鳕鱼五百块来，先叫姐妹来。真正爱啦！哎，这个很好吃呢，这个你等一下沾蛋，蛋液，然后沾粉下去做，慢慢煎。真的很好吃，煎起来比大块的还要嫩，还要好吃。我爸好少一个人可以用钱，我不相信不然买买啦。